你谁呀？怎么？我没有，我没做梦，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明白。你回忆一下，电话那边有什么声音没有？呼吸啊，走路啊什么的。有时候能听见人喘气儿，呼哧呼哧的，就是不说话。男的女的？好像应该是男的。哎呦，我耳朵不太好。左耳朵还行，右耳朵不太行了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右耳朵还行，左耳朵不太行了。哦，不对，是左耳朵还行，右耳朵不行了。我这……你妈这情况，以前我们遇到过，我看是不是因为老人啊，这老伴突然去世了？